今晚介绍 Piaget 伯爵表，瑞士至尊名表，贵气逼人。Patek Philippe 百达翡丽，典雅精致，代代相传，尽在昌兴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简直不敢相信，还有三天就到圣诞节了，看一看我们今天带大家来见哪一位朋友，他就是昌兴珠宝钟表金行的 Jenny， 我们的好朋友 Jenny， 你好。你好 ，Lily。怎么办 ？Merry Christmas。Merry Christmas to you。现在真的可以这样说了。全部的观众朋友，不管您是男的、女的，比较年长的、比较年轻的，今天都一定要来观看我们这一集。我们今天呢，带大家更看到更丰富的名表系列。Patek Philippe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之一，并且它的保值的功能在所有的拍卖会上，它的保值还有增值的空间是无限的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品牌，就是它又掺杂了一些时髦的元素在里面，我们请专家 Jenny 来一一的为我们介绍吧。非常好 Lily。 那今年2012年呢，百达翡丽在那个手链的设计上面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新的推出。您说手链这个就是跟皮表带不一样的，而是金属的。是的，因为过往很多的皮带都是用那个鳄鱼皮的手表嘛。那今年呢有推出了两双，里面有很多的选择。那其中呢就是我们手上两块哈，一个是莉莉手上的那个是年历表，就是每一年要调校一天，这是3月1号的日子啊，就是这个有名的年历表，就是这一只。那我手上的那只呢，就是百达翡丽非常有名的世界时间表。世界时间表，这个厉害了！一个表盆上面可以看到差不多有18个城市的时间。啊哟，你看看现在做表的功能实在是太精密、太 advanced 了。那当然，每一个百达翡丽的手表，他们是公认的有那个百达翡丽的印字，就是所谓的百达。Patek Philippe Seal。那百达翡丽除了是手链表以外，那当然一定要提到的是复杂功能的手表。在我们前面那块呢，它是把刚才年历表的功能加上计时，码表，码表来的同一块表里面，这么精妙，这么神奇。丽丽，你拿一下那个表，重吗？其实并不会太重啊，它是铂金来的。这样子OK。 那全部百达翡丽的手表呢，如果是用铂金的材料的话呢，在那个6点钟的位置还加了一颗小钻石。看到就在这个地方。非常特别啊。那除了男生以外呢，刚才我们提到说有计时的功能，这个是女表里面可以有计时功能的，一定不可以给男生专美啊，当然不可以的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这个形状是外方内圆，很漂亮。你看一下后面，这是女表啊，好复杂哦，非常好看。这个真是又斯文又典雅，然后呢又很豪华，但是又低调风，集所有的需要的元素于一表，都值在一心啊。那刚才莉莉提到说，除了百达翡丽以外，实际上瑞士里面有另外一个 P 字头的品牌，伯爵也是非常有名的。对了，嘿 ，Jenny 刚才提到了伯爵表，伯爵表里面有一种是魔术表，是吧？那个一定要提。这只满天星，满天星，听说它有几种戴法？对，那手上呢，第一个是打直的 position, 直的啊哈、那另外一个 position 呢？斜45度角，哦，看起来好 romantic 哦。你要看第三个哦。Look at that！ 哇，还可以这样子完全打横的戴。所以用家在早上、中午跟晚上都有三个不同的戴法。上班开会，然后是跟情人约会，很 romantic 的时候，都有三个不同的选择。这样转一转就知道自己的心情是什么。哇，真是奇迹，太奇妙了。那伯爵表里面除了是魔术以外，当然不能不提的是它很有名的钻石。对对对，这只好漂亮，好斯文。这个是好像它的 miniature 哈 ，little bit baby， 好可爱的妈妈跟女儿。刚刚今年2012才推出来哦，新的。你说这只小的，那两块的 size 都可以给观众朋友选择用白金或者玫瑰金。我看看你手上的这一只啊，那个刚才是百达翡丽的那一只。这个对，就这连表链比较一下那个 size 啊，对。这个跟这个的 size 差不多，差不多哈。所以在选择上面真的是伯仲之间哦，但是完全又没有重复，所以各要一只。伯爵里面很多不同的变化哈，
那不能不提的就是那一个 Twice Collection、嗯、Twice Collection、嗯、为什么叫 Twice 呢？ Yeah, 因为它有一边、啊、那也有第二边，噔噔一转过来，哇，非常厉害、啊、两个不同的时区都可以选择。你知道吗，当这一面冲着我的时候、oh. Jenny，你觉得是不是像孔雀开屏？非常好像孔雀的那个尾巴，钻石由小变大，太神奇了，也像一个太阳哦。对了，那如果观众朋友想到说，哎，那么多的女生表一定要也要跟那个先生啊，或者是情人买一只的话呢，啊啊啊啊、我会建议，那你推荐这一只，会建议只。为什么这一只？这只也是 Twice 吗？啊，那个也是 Twice， 没有钻石的 Twice， 呀、yeah, ，意思就是说，它实际上也是可以管理两地时间的。啊、那手表呢，是把两个超薄的机芯，啊、看看，你 look at that， 哇，里面这个好斯文，然后看到这个的背面，嗯，哇，并且超薄的，真的，我经常说伯爵的表哈，也不但说是可以正面看，实际上。打横看的是最厉害， yes, 你看它薄、yes, 薄到非常的厉害的 ，super thin， super thin，、嗯、真的、嗯。那除了刚才我们有百达翡丽伯爵、哎，那当然我们要讲到有宝格丽，对对对，因为明年是蛇年，所以这个形状有一点象征就富贵吉祥的意义。那 Mickey 啊、那个 Lily 啊、脖子上的戴上那个是很漂亮的 Mickey Moto， 还有这只这个戒指也是 Mickey Moto 的，嗯。哎呀，那就不能不提这一只手链嘞 ，Hearts on Fire， 哈哈，还记得有欧米茄？对对对对，欧米茄那一集就是在12月1号播出的。肖邦啊，这个每一粒都是好大好大的钻石，对，戴这样子的一个手链就够了 ，It's enough， 每一天都可以。对对对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有一个事先来给大家做一个 pre announcement。我们过完了圣诞节之后就是新年，同时情人节马上就要来到了。我们在2月份呢将会介绍给大家这一只名表是 Frank Muller 的，非常有趣的。他们有一橱柜的非常非常范，并且戴起来这么包手的这种手表 ，Frank Muller 就是在2月份要介绍给大家的。OK， 今天的时间又已经到了，请不要忘记哦。我们给大家的祝福就是 Merry Christmas， 新年快乐，并且希望大家趁这个 last minute 赶快赶快到昌兴珠宝钟表金行来选购一个您心爱的礼物，作为犒赏自己一年的辛勤的工作的成果。谢谢你 Jenny， 谢谢 Lily， Happy New Year， 祝大家万事顺意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拜拜。